它是真实的、独立的。她很聪明，高情商、高智商、偏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女孩。凤之薇一开始入朝堂纯粹是无心的，被宁毅套进了朝堂里。刚开始她只不过就希望在朝堂上她可以活下去，求陛下求他降罪于我。到后来是一步一步被卷入到了朝堂的争斗当中去，无权无势，只能是任人摆布的那个，只有位高权重方可自在。经历了朝堂那么多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嘛。人对人的那种吸引力，从他的那种特别性开始，之间可能有过很多的误会。那时候你又在哪？但是始终对彼此是信任的，寄予希望的。后来慢慢慢慢，他觉得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，只要有亲人在身边，处处都可以是家。一性的兴衰算不了什么。凤之薇是那么的有血有肉。凤之薇自始至终，她内心的力量支撑她的东西都是没有变的。希望自己身边的人都能够好好的。南英，你是疯了吗？所以到后来，我都不觉得自己是南英，一直都觉得自己是凤之薇。她就是我，我就是她。